是吴宗宪，我是侯佩岑。那么晚上时刻的最开心的就是跟大家聚在一块了。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夜晚是 together forever？ forever， 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最幸福的时间是什么呢？晚上我们是几点播？我们10点。哦，今晚十点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打一个电话给心爱的人，告诉他 I love you， 然后他会说你疯了。为什么？我就坐在你旁边，干嘛还打电话给我啊？多浪漫啊，对不对？你都用这招哦，得了了，对不对？有个人陪伴多好。今天来的这两位啊，他们都有共同的状态。什么状态？跟你一样是待字闺中。后面这两位身材都奇辣无比，身材非常好。哇、哦，当兵的时候我就看过他来闹军。是的。我知道你说谁这么厉害、啊、一见你就笑马士力啊，免谢你啦，免谢你，爸爸爸，哎呦，辣妹辣妹，一见你就笑，哎呦，碎碎碎，那片片风景太美妙、啊、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，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贪图举止是你骄傲，逍遥，哇，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，因为我已爱上你，出乎你的意料，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，哇 solo， 哎呦辣妹辣妹，你看那个腿多漂亮啊，哎呦，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，因为我也爱上你，出乎你的预料，我一见你就笑，哎呦喂，我那叶问怎么出来？来得好突然哦！对啊，哎呦呦，赞赞赞赞！哇，哎呀，这个腿怎么美成这样子了？有吗？哦，就是耶，刚在旁边这样看，真的好想冲出去咬一口啊！哦，这是我们家哈利的行径。来来，先 say hello 一下 ，hello 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士力，很开心可以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开心一下。很久没看到宪哥了、哎，也很久没看到美女佩岑了。哎呦，对呀、啊。啊，你是早去兜一场啊，那样真的。什么？我早去兜一场。哦、是讲我好不容易有一个适合我们可以来上的节目，啊，不然哈、哦，宪哥都要跟这些又 K 的啦，年轻貌美的啦，哈，爆乳的啦，哈，露腿的啦，露腰的啦，你只有那种女生才可以站在你旁边。哎呀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今天为什么他会来？乱讲，人家宪哥每一集都会提到你，当然真的吗？林赛丽，人家马士力，我们当兵的时候还看过你来闹军呢、哦，怎么样？干嘛？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来上节目，就一定要这样吗？哇，那你当时来闹军是不是一样？一见你哦，这招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到现在还一样都没改哦。哎，这怎么来？厉害啦，好久不见啊！对啊，真的好久不见了。对对对，感情不顺遂。哪有啦？啊，你不是那个啊，土又塌一类不啊？不过今晚有新的啦，今晚我冰室啊，今新的哦，这股啊七八年啊，哎呦，太神了，难讲啊，真的真的，好卡塞，希望伊无看，无看，伊是伊个黄包呀，没有啊，
希望他没有看到这一段。好，没有看到这一段，而且要幸福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对对对，有幸福。既然有这个相爱的那个另一半，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好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呢，非常的复杂。很复杂，因为怕离婚。你在一起快乐就好。对对对，我是这么认为。对对对，夜里有个人相伴多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好像如果没有结婚，就一定不快乐、不幸福。那也不一定啊。对啊，幸福懂得生活啊。他每个人想要什么啦？真的，害我很认真说，对啊。上次那个谁啊，孙燕姿不是有一个歌吗？什么？幸福。幸福，对，我要的幸福啊！我旁边帮和声嘛，唱两句，建州就跑进去里面笑到不能。为什么？舒服，舒服，我要的舒服。哇，这样这样太可爱啊！今天我们来的总共是两位好朋友，对，啊，等一下也要互相关心。你跟他熟吗？熟。哦，怎么熟的？认识二三十年了，二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。不过他这个人也很可爱，对他非常可爱。等一下一起出来聊一下，一起来关心你们。好。然后两位我们就分配两只鸟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来卜卦一下，卜卦一下，什么都无所遁形，好吧，一起来欢迎我们唐娜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不爱我？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好短哦，天哪，头发了。你总带着满脸胡渣，满脸倦容。回头找我，我总带着莫名宽容，莫名温柔，任你的错。你从不说爱我，我的爱松不了手。多想就这样穿进你的衣袖，你的手，你怎么可以不爱我？你怎么可以来来去去如此自由？痛，却说不出口。